来百兆圆周的。你伤心的时候，你自己会哭？不会。我真的吗？不会。你确定？确定。哦。不容易，不容易，赵达人，完成了，赵达人。我觉得最后一次妆造特别的应景，我现在在撕这个外面的这个烧焦的这层皮，其实它就像赵远洲的内心一样，就像赵远洲的外表和内心，因为赵远洲就是一个看似危险看似被灼烧过的这么一个很悲壮的人，但其实他一直心存善良，拥有童真，感恩天下，不忍心面对美好，不忍心面对过去，所以他的种种美好其实都被这些他曾经犯下的罪所包裹，所以他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人，他的这层外表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很少有人能看得到，然后也正是因为他这些小伙伴们逐渐的一层一层的把他的心剥出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有这么多陪伴他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活下去，或者不管以什么方式去死，但起码都要活得有意义，离开也有离开的有意义，对，所以其实赵远洲的一生就是在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因为他真的离我很远，所以当我真正走进他内心的时候，我就会越陷越深，越来越心疼他，也越来越痛恨他，也越来越可怜他，对，所以就是说到杀青，我现在没有什么杀青的感觉，我感觉我好像内心还住着赵远洲，所以我也需要很快的去调整一下。赵远洲，朱燕，有愧无悔。